보고 있어. 刚刚同事小姑娘突然不舒服，我着急送她出去来着。 先放开我，音乐要停了，去把门关上啊。 欢迎回到孤岛歌单，马上就要春节了，也就意味着春天不远了。我推荐一首很长时间都故意不去听的歌，之前呢偶尔放过一次。我不听这首歌的理由是，因为这首歌对我而言太甜了，让我觉得写这首歌的音心完全不认识了呢。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就都全部结束啦。 也祝大家春节愉快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春日。 我之前听小鹿说，广播电台就是听听歌聊聊天的，我很好奇来着。那主播听歌的时候都在干嘛？你可以告诉他，主播在放歌的时候在跟你跳舞啊。在未知的梦也不 恐惧，因为我只想着你，我只想着你 ，Forever shine for me。再走更远都不会怀疑，原来我很爱你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